等等要去里面吃海蒂。牛块呢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辣酱的吗？这个。可以进了。OK 吗？你们？要来尝试他们家的挂包，然后呢，等等外带带回家吃。开箱。好。呜呼！挂包挂包。来自学姐的爱心，是榴莲口味的哦。里面有那个冬笋，有花甲，那个好吃。是五月天的倔强。其实我们上一集
其实有小小透露啊，如果看上一集的话的结尾那边有一点点倔强的旋律出来了，所以你应该有猜得到这首歌出现。这是你很喜欢的一首歌吗？对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。那我对这首歌特别有共鸣，是因为它让我想到，它的歌词写得很好，它让我想到就是我们，比如我们那时候辞职的时候，其实就让我好像我们的决定是逆着水流的，然后就是逆着世界的走向，然后我们就是要做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是正确的事情。对，就当时好像我们两个人是为了一个兴趣而辞职的，很多人无法理解。对，那就是有时候要做一些不管是傻事还是不要让自己后悔的事，就是需要一些倔强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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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就算失望不能绝望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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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。谢谢。哇，我手都会冒汗，真的，就是手冒汗，然后开始在滑了。对，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人跟我们一起唱啊？有，我有听到大家。因为你们要唱大声一点，才会听不到我们的声音。是个好处。那大家就全程跟我们一起唱就好了。要多唱一点，要多唱一点。睡觉啊，过